福利功能已经开放了，快来看看吧。得到了意外的礼物，是不是有点小开心呢？镇长就在不远处，去看看吧。要时刻保持警惕。敌人越来越强，去商人那儿试着召唤小伙伴吧。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，朋友？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，朋友？这次我们购买10个稀有宝藏。
了足够的灵魂石，快去找训练师召唤他吧。欢迎光临。让我们开始召唤吧。接下来就可以和小伙伴一起并肩战斗了呢。哇，又有新奖励了哟。我嗅到了危险的气息。